水。我的事儿你别掺和，跟你没关系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不是最不喜欢欠人人情吗？我就偏让你欠我一个大大的人情，一辈子也还不完。你放我下来！叫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我的大帐，我还能上哪儿啊？那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公子，什么事？谁说的？魏贵妃宫里的人说，从王大坚那边听来的。手段高明，原来燕勋的所作所为你都知道。你什么意思？燕勋说的对，大事之争各凭本事，不过你们也别太得意，时候未到，走着瞧。我帮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要怎么报答我呀？我之前舍命救你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居然还让我报答你。我现在就是报答你，让元彻皇子送你回去。备马。太子要去哪儿？进宫跟魏帝辞行。诺。乔乔，我走的时候记得来送我。今日我燕勋在此立誓，哪怕山河崩塌，血溅成灰，也要报此仇。去吧，用你们的战斗，让皇帝老儿的血来为我燕北亡魂祭奠。用你们的战斗告诉皇帝老儿，今日我燕勋反了。誓死追随殿下，誓死追随殿下，誓死追随殿下。我
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夜行哥哥，我知道是纯儿不好，是纯儿错了。当年九幽台的时候，纯儿真的没有办法，纯儿没有办法待在你身边。也许哥哥，纯儿求你了，不要造反好不好？纯儿不要了，纯儿什么都不要，纯儿不要嫁给你，纯儿只要你活着，只要你活着，哪怕不在纯儿身边，纯儿只要看见你活着就好。纯儿，月纯，你是一个公主。也许哥哥，纯儿求求你了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纯儿，我与你父仇深似海。你的厚爱，我担不起了。去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恨你们！